三次，好吧？好，谢谢医生。喂，大姐，都签了半小时了，怎么还没有过来呀？哦，好的好的。今天啊，给你介绍那个女孩子很优秀，也很漂亮。你今天要是再搞砸了，你别要我给你帮忙，听到没有？好好好，我马上来，马上来。好好。陈生。啊，有约会啊？啊，没有没有。不好意思了，刚才120打电话说要出个抢劫病人过来，需要你加下班。啊，那好吧。那我先去做准备工作去了哈。好，我马上来。小飞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家小陈一会儿就来。当医生的真是没办法，时间总是围着病人转。不过他真的很不错的，你再等等好吗？是，要矜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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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陈医生，病人没有心跳了，马上心肺复苏，准备电流上气管插管。非同步双向波159电阻颤，放电。妈，我不哭了，正在抢救在。飞雪查心电美电解质血气，林生电话不管他，请许主任会诊。是。是什么情况？这是一个胸痛的病人，他来的时候放到抢救床上就呼吸心跳停止了，我们已经电除颤六次，经过肾上腺素六毫克，现在呼吸和心跳都还没有。好，停一下。肾上腺素一毫克，静脉注射。含碘酮300毫克，静脉注射。徐主任，这是他的检查单。根据这个结果，考虑是一个急性心肌梗死，心脏骤停。你去向家属交代一下病情吧。好的。医生，医生，我家老爷子怎么样了呀？啊，你们是病人家属是吧？嗯。病人现在考虑是心肌梗死，心脏骤停，我们正在抢救。什么心跳停了？他刚才都还跟我讲的话呀，怎么会呢？因为他来的时候胸痛，都是心肌梗死，它是一种非常危重的疾病，它是随时可能造成心脏停止的。嗯在这里废什么话，赶快进去抢救。妈，我们到旁边坐一下好吧。都等了一小时了，这人怎么还不来呀？小飞，你别急，我打电话催一催啊。当我非你不嫁吗？这么拖拖拉拉，灭你的灯。
姐，我要先走了，我爸爸突然病了，在医院抢救。哦，好好好，你别急，你别急，我开车送你。我跟吴老师去交代一下病情，你在这里照看一下。好的。我家老爷子怎么样了？老爷子得的是心肌梗死，幸好你们送来的及时，我们抢救，现在呼吸和心跳都已经恢复了。谢谢谢谢医生。但是还没有脱离危险，我们正在用药，我们会送到心内科。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谢谢医生。我相信这是我们应该的。医院没事就好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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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歹终于抢救。妈妈，爸怎么样了？妈，好险了，已经抢救过来了。飞，你干什么去了？爸病了，给你打电话也不接，急死了。哎，妈，对不起。哦，病人现在已经醒了，你们家属可以进去看一下。好，谢谢了，医生。吴老师，先帮忙照顾一下病人，我休息一下医嘱，好吧？嗯，知道。咦，表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朋友的爸爸在这儿抢救，能不能带我到抢救室去看一看呢？好。小飞，爸爸怎么样了？已经抢救过来了。是哪一位医生抢救的呀？是我抢救的，老爷子得的是心肌梗死，我们抢救了一个多小时，现在病情稍微稳定一些。难怪刚才等你半天，你也不来，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嘞。我也没办法。你知道你今天见的女孩子是谁不？知道。小飞，嗯，这位医生怎么样啊？小飞，告诉你，今天给你介绍男朋友就是他呀。哦，小飞，你是相亲去了，而且要见的就是这位医生。刚才就是这位医生抢救的你爸爸，多亏他了呀。